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09年4月11号，瑞芳在龙站9点37分所拍摄的是2149美线号花莲的 PP 自强号，以及 C3149沿线号树林的 ENU515 全车，401编组 EN500 型全车，以及40549北回线号树林的普悠玛自强号准备通过。TENU2004 加 TENU2003 不用吗？之前啊，拜拜！我的 TENU2004 加 TENU2003 不用吗？之前啊，在瑞芳站通过了。啊，这边是2149美线号花莲 PP 之前啊，在瑞芳站驶离。我小面客房在你们多多对我们打几个光片，就这样，拜拜。405走了，9点36分，开。应该是就拿这家。